观礼，而且呢带来我们满满的祝福，希望未来很快喜上加喜，让这个我们小周杰伦的这个好消息来给我们报道。他指的可能是别人，因为我呢跟他两个是算是哥们哦。我们常常一起骑车嘛，那要献给哥们什么样的祝福吗？哎，当然这个周董这个人为人非常体贴的哈，开门见山就是说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喜宴，不收任何礼金啊，不收红包，我们压力完马上就没有了，非常体贴的一位巨星。是，今天为了我们这些比较老先生的，那陶姐，他的很特别哦，什么呢？蛮冷的，蛮冷的，脚也要顾好，胸也要顾好。陶姐。讲一下祝福的话，讲一下给周董什么样的祝福吗？李董先，李董好，李董，百年好合，要早生贵子，还是早生贵子，对不对？周爸爸要像李李因为陶姐都会分享经验给周董，不是吗？生子方面的生子，他没问题啦，那应该又有肌肉啊，身材那么好，应该没问题。然后这个两个人那么年轻，那希望他们生财报国，就是多生子。我觉得理想就是8个哦，8个就是香港我从马来西亚飞过来的，对，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做宣传，特地飞过来，明天又赶飞去广州，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在做宣传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今天是杰伦的大日子，怎么困难也要赶过来，所以今天呢5点钟就已经开始去飞机场了，明天也是4点多又要赶去飞机场，坐6点钟的飞机走。